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，记得在那红色按钮按下去，并开启小铃铛，然后你就会第一个时间收到我最新的影片。多几天我要去旅行了，但是这一次的旅行有点不一样，它带有纪念价值，顺便让我可以重温一下当年的状况。因为这一次的日期刚好碰巧是我的结婚日期，在此先祝我结婚11周年快乐。认真算起来，这个好像是我结婚11年内的第三次蜜月旅行，而且这一次的旅游配套是在48%的优惠价而购买的，然后它有1年的限期，刚好可以派上用场。但是这一次的旅行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旅行，我还要带我两位的前世情人一起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的旅行我是带我的老婆还有两位前世情人一起去。想要知道我会去什么地方，会去哪里旅行，记得继续守着我的影片。我现在来到志愿堂，顺便来看一下我的偶像。然后你们可以看，这个是全马来西亚最高的大伯爷。Thank you.
然后智贤堂也是唯一在马来西亚一间庙拥有最大的八卦。我现在来到这个 Easy Bar 吃午餐。上一个影片我有说过，如果有机会来 Potterson 的话，我会亲自来这边用餐。A few moments later.
猜到了吗？我来到哪里了？就是大红花。房间方面我还是选择这个 Skyblue Villa， 然后房间这一边我就没有介绍了，因为我上几个影片已经有介绍过了。然后现在最期待的时刻就是下水游泳。然后这一次他有送一个小礼包，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。这个是饼干，然后有丝罐汽水，这里还有一个消毒液。Later。原本吃了晚餐要去这个 Hibiscus Walk 走走的，哪里知道突然间下一场大雨来。我们可以看下很大很大的雨啊。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，这场大雨终于停了。但是我的大宝跟小宝因为刚游泳玩得太累，所以现在已经睡觉了。现在是我独自一个人来这个 Hibiscus Walk， 然后这里有多了一些游乐场所。在这个 Hibiscus Walk 前面有很多档口卖美食的，然后也是一段时间没有来了，所以先我就过去看看一下还有没有卖美食。这里的美食全部已经收档了，也就是说看样子好像是停止营业了。
这个就是我住的 Skype Villa Tower 的外观，它外面的灯管的颜色会一直在变动。这个是在靠近它的 lobby 大门的外观，然后前面有一个喷水池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也一直在变动。